我量，先我翻，我这是个，这是个四只，八公分的，八条线。这网，这个网绳的意思，我得盘起来啊。这高度你自个调整，把这网举起来，这一溜。左手这个拿起这么个一至两个斗来，算这个细头绳这个部位，算十喽。把这个网绳，这个左手定起来，右手把这个网这么一溜，一点一点的这么着往里抖，要一字排开，不能叠搭到在一起啊。这个大网呢，这是个四米的网，你这拿起它一个斗来，小网不拿也行，这个拿与不拿不重要。把这个网柱划到这个虎口上头。这里是一字排开啊，不能叠搭到在一起。下头是转身翻手腕，网柱裸露到外面。转身翻手腕，重点就是把网剪好。个人见解，仅供参考。谢谢。螃蟹吃，来，看李师傅讲，看李师傅，这是一只板的网眼，啊，小都四米，看看这网抓鱼不抓鱼，它这贴的鱼身上那个鱼都棒，好网，这地方这网效果是真的好，小都四米啊，四公分网眼，哎呦喂，真是撑的。你媳妇儿真是大了，这个。